我当了30年，是想隐退前做件大错后悔的事。我在天津做的事，不要问，猜到了不要说。你得给我句话，见你的心意。 想躺下了。你是为了看我的眼神吗？面全后，我就不敢看你了。高手的生死决定，一技的心杀呀。今天我求一个人活着，这个人离我200米，我心念不强，再远他不能认识。